明月，你把那装了猫儿眼的香囊送给那西岐王世子之后，他还真的以为自己被你传染了，我看啊，吓得不轻呢。我都能想象到他害怕的那个样子。没事吧？我现在才反应过来，我从头至尾都被你利用，成为你悔婚的助力。郡主，认可我的说法吗？九殿下可是心甘情愿的。我还从未去过幽林呢，听说那里很美。不知道郡主什么时候你请我过去瞧瞧？萍水相逢，我为什么要邀请你啊？我的三哥娶了你们家姐姐，难道我们不算是亲戚吗？少在这攀亲戚，最好各奔东西，后会无期。马车就留给你吧，这样我们走。郡主，毕竟合作一场，临别有个问题相询。你们雍林的女子都像你这么泼辣吗？你明玉都去了三天了，怎么还是没有音讯啊？郡主您别着急，明玉郡主聪明机警，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。我就不信他见到我这张脸还不退婚。明玉，你这脸怎么了？姐姐，你就不要再犹豫了，时间不多了，若你真的不想嫁给那西岐大世子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我们赶快交换一下衣服，你就先住在这客栈，三天之后到东边的树林等我，到时候我拿着退婚书回来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去见爷爷了。郡主你看，那里来了一队人马。是明月吗？不是，是西岐旗帜的马队。不好，他们要是过来发现我们会连累明月的，快找个地方躲起来。郡王，你看，若是能抓到一只白狐献给父王，必会讨他欢心。追！郡主，他们怎么朝我们的方向来了？莫不是发现我们了？郡主，我往那边走，引开他们，你往那边躲去。他们先来相齐，就这样吧，郡主，没办法了。郡主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！撤！小郡王，好像是在猫挖的陷阱里面落了什么东西啊。走，抓起他给父王祝寿。撤！小郡王，是一名女子啊。白狐没抓到，倒是抓到一只小狐妖，把她给我带上来。你们要做什么？过来吧你！放开我！什么人？什么人胆敢动我们西岐小郡王？动的就是你。三殿下，您打听到西岐小郡王出来狩猎，便在此设伏，果然是好计啊。把那个多嘴的带过来。
放开我！帮我给你们西岐王带个口信，我等他十二个时辰，解药交换小郡王，他会明白我的意思。滚吧！三殿下，这个女人怎么办？郡主，郡主，别动！郡主，你没事吧？郡主，你们是哪国的郡主？我们是幽灵的碗，不是，我们是幽灵的名誉郡主。幽灵，这么巧啊！给我派两个人，护送他们回雍岭。谢谢。三哥，三哥，三哥，哎，三哥，嘘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我刚从西岐抓回来的太医，你给父王解毒了，现在做太医，正在给父王诊断呢。恭喜王上，体内毒素已清。已清？恭喜王上。好啊，我就说了嘛，天不亡我，是吧？通过这件事情也算是看明白了，诸位王子当中程旭最堪重任。母妃，这么长时间没有见我，有没有想我呀？程旭，母妃有话要跟你说。你和你三哥毕竟不是一母同胞的兄弟，人心隔肚皮，你不能对他毫无防备，什么话都对他说。母妃，我和三哥虽然不是一个母妃生的，但是从小到大，我的武艺啊是他手把手教的，我们就如亲兄弟。您啊，就别胡思乱想了。不是母妃胡思乱想，我看你父王。好了，我不和您说了，三哥还在等着我，我先走了。程旭，
听母妃一句话，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一个人。听见了吗？去吧。居然是司徒坤的亲手印，这也太让人意外了。明月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顺子殿下，这就说来话长了。总之啊，是明玉郡主知道那个西岐世子好色无能，所以趁着西岐王出巡的时候，设计激西岐世子签下了这份退婚书。跪下！爷爷。贺兰明玉，平日里任你再怎么调皮任性，爷爷也会念你年纪尚幼，从未责罚于你。可是今天你竟然欺上瞒下，与婉音私自调换身份，闯入西岐。你如此胆大妄为，我岂能再次饶你？爷爷，明玉他虽然瞒着你，但是他却带回了退婚书，算是挽救了婉音的幸福，也算将功赎罪了。将功赎罪？要是你妹妹命丧西岐，你如何将功赎罪啊？爷爷，我这不是平安无事的回来了吗？我有月神娘娘保佑，一定会安然无恙的。林真儿，当初明玉跪求本王让你留下之时，你是如何答应本王的？当年我穆青州惨遭西岐所灭，我父亲身为穆青大相，惨遭西岐军的毒手，是明玉郡主在路边救下了险些被掳走的真儿，陪真儿走过了国破家亡的伤痛。爹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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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穆青王事都说干净了，我的事儿也算办完了，给我带回去，把老子快活快活两天。是。爹爹，走，放开我。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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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在那边！快追！追！追！姑娘，醒醒！真儿曾对天发誓，要一辈子陪伴明玉左右，誓死保护明玉周全。是啊，本王看你一直性情沉稳，行事妥当，故而十分放心你留在明玉身边。可是你呢？啊，你不但不加阻止，反而跟他一起胡闹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是真儿辜负了王上信任。真儿知错，请王上责罚。爷爷，真儿劝过我的，是我没听。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，爷爷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吧。爷爷，他们两个都是为了救婉音，还请爷爷原谅。起来吧。谢爷爷。谢王上。爷爷，对不起，是明玉让您担心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好啊，那本王就罚你抄写经书100遍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到处乱走。爷爷，这经书枯燥无味，还让我抄100遍，简直是要我的命啊！明月，你就先抄几遍做做样子，其余的我来帮你抄就好了。反正我能模仿你的字迹，想必皇上也看不出来。真儿，你的胆子可真大，欺君之罪的事你也敢做啊？姐姐，见过姐姐。明月，我都听说了，你历尽艰险帮我逃脱这次婚事。妹妹与我恩同再造，姐姐此生
您敢于心，我们两个可是亲姐妹，你说这样的话那就见外了。哎，对了，姐姐，我让你们两个在树林子里等我，怎么寻不见你们啊？明玉郡主，我们郡主本在约定好的地方等候，不想却突生变故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没想到那司徒城竟然会在那里狩猎，当时着实凶险，若不是恩公及时出手相救，那后果难料啊。让我猜猜，那位恩公肯定是位英明神武的公子，对吗？这位恩公救了姐姐，不单对姐姐悉心照顾，而且百般呵护，对吗？ 你胡说什么呢？可不是你说的那样。那我就猜对了，姐姐对这位公子啊，不光感恩戴德，还心心念念的呢。你这个死丫头，你可别胡说，我看针线打了吧。妹妹们先别闹了。哎，哥哥，齐姐姐和圣州齐王殿下萧成瑞要来雍陵看亲了。齐姐姐要回来了，太好了，自从她出嫁之后还没见过她呢，总算把她盼回来了。雍陵地处大圣和西岐中间，南临大梁，因其地处交通咽喉，易守难攻，境内有铜矿资源，而且盛产优良的战马，故而被三方觊觎。雍陵王自知地广人稀，兵源缺乏，所以不敢和三方逐鹿。程旭啊，我们大圣要是想一统北境，这个雍陵是关键所在。父王的意思是，得雍陵者得北境。若是要一统北境的话，那就能征服天下。对。你有没有信心收复雍陵，替父王解决这个心中的大事？父王，三哥与雍陵联姻，如果要收复雍陵的话，三哥比孩儿更合适。程旭啊，国事纷杂，不可事事依赖你三哥，你现在也长大了，是应该报答家国，显示你个人才华的时候。孩儿并非想要逃避责任，只是在这件事情上，孩儿认为三哥才是最佳人选。你呀你呀，程旭，在诸多的王子当中，可知父王为何倚重于你？这是我特意为明玉准备的礼物，可千万别落下了。是。云奇。殿下。都准备好了？殿下放心，保管会让爷爷满意的。你办事我自然是放心的。乐儿，云奇，你是我最信任的人，我的心事也从不瞒你，你也应该能够看出来，我们此番去雍陵的目的不止省亲那么简单。妾身明白，殿下是想说服爷爷与大圣结盟，妾身定会尽全力助殿下达成所愿。我今生最大的福气啊，就是能娶了你。三哥，三嫂，臭小子，你来干什么？三哥，听说你要和三嫂一块去雍陵省亲啊？是啊。听闻雍陵景色广阔壮丽，美不胜收，顾小弟特请三哥带我去雍陵。你想去雍陵？三哥，带我去吧。我要是不答应，你会如何？
那小弟啊，只能是逼不得已死皮赖脸跟在三哥车队后面。想来三哥于心不忍将我赶回去吧。殿下怎么会不让你去呢？他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去可以，但我丑话说前面，若是此番你敢自作主张胡作非为，请三哥三嫂放心，我定言听计从，绝不惹是生非。滚吧。谢三哥，谢三嫂。你说程旭怎么会突然要跟我们去雍陵呢？殿下是怀疑他也是志在结盟一事。他不可能不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，却执意要跟去，让人不得不生疑啊。可妾身看来，九弟心性赤诚，不似是有城府之人，或许他只是童心未泯呢。希望如此。萍水相逢，我凭什么要邀请你？最好各奔东西，后会无期。撤！云玉郡主，我很快就向你求亲了。那要看你能不能追得上我。撤！嘿！撤！怎么是你？云玉郡主，又见面了。想不到你的马术真的挺厉害的。你不是我们幽灵人，走开！我不仅不走，我还要抢你的红花。你敢？你可看好了啊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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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让开！撤！撤！走开！走开！你去！玉，玉，还给我！我凭自己的本事抢的。我凭什么还给你？你还给我？就不还给我？还给我！还给我！来追我呀！还给我呀！来！我告诉你啊，你休想让我答应你的求亲。什么？求亲？谁要向你求亲啊？那你干嘛抢我的红花呀？抢红花就是求亲？什么规矩啊，我可没有听说过。你放心，我希望我未来的妻子啊是温柔贤惠。接着可不像你这么刁蛮，我可消受不起。你小程序，你太过分了。这是我大圣新绘制出来的地图，也是孙旭带给您的礼物。哦，不过短短十年间变化竟这般大。正如雍陵王所言，如今不论中原还是北境，局势都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不知贤孙旭与我雍陵又有何高见呢？如今纷乱之局，终将面临一统之势。不知雍陵王认为雍陵可具备逐鹿天下的实力？我雍陵虽然地域广阔，可人员匮乏，多年以来若非与各国联姻交好，只怕连生存都难，更遑论征战天下啊。若是当初三强并立，雍陵王自然可用此法狭缝求存，可如今此局势变化，若是您再不思变，只怕祸事不远矣啊。那我雍陵当如何思变，愿闻其详。自然是与强者结盟，互为臂膀，借强者之力完善己身，傲视天下。
我大圣处于百战之地，因此训练出骁勇善战、威震天下的十二神啸云。兼上有明君贤臣，下有雄兵百万，虽强敌环伺，但只要战略得当，一统天下指日可待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虽然及时解毒，可臣妾觉得皇上的身体尚未康复。臣妾听说温泉有利于身体疗养，不如皇上跟臣妾一块去别院，试着用温泉水来疗养身体。好。父王的身体为何一直没有恢复呢？齐姐姐，明玉，明玉，朝思夜想，总算把齐姐姐盼回来了。都这么大的人了，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？来，让齐姐姐看看，我们明玉啊，长成大姑娘了。看这脸蛋，不愧是我们雍林的小美人儿。齐姐姐回来就知道笑话我，什么小美人啊，搞得我好像只有容颜似的。是，我们明玉啊，无论是奇术剑术，还是诗书字画，都不会比旁人差。我认为。女子的才识比容颜更为重要。说得好。来，齐姐姐，其实婉音姐姐也经常念着你呢。婉音给齐姐姐请安。婉音啊，我记得你以前就不太爱说话，如今更是出落得娴静文雅，像一朵芙蓉花一样秀丽雅致的，看着就让人喜欢。多谢齐姐姐夸赞。歌儿，齐姐姐给我们带礼物了。这是我在盛州特意为你们俩挑选的礼物，快看看喜不喜欢。三王妃这次送来的礼物看上去比明玉郡主的贵重多了，可见三王妃还是看重郡主一些。你不懂，这礼物虽然贵重，但不过就是寻常馈赠，可是明玉的就不一样了，她那份礼物才是花了心思的。明玉从小性格就开朗大方，格外招人喜欢，不善言辞，自然会容易被人忽视。那是他们眼拙，看不到郡主的好。我们郡主温柔良善，琴舞双绝，相信总有一天，有人慧眼识珠，一心一意只对郡主好。会吗？会有这样的人吗？齐王殿下，瞧到了吗？那个就是云齐郡主的夫君，大圣的三殿下。是他。把门打开。见过四殿下。西岐国医，本王问你，你给我父王开的药是不是有问题？还是说你又做了什么别的手脚？
为何我父王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？不，这不可能啊！这三哥，九殿下，哥儿，三嫂好。三哥呢？你来找你三哥，刚才客用将他请走了。你若是有急事，我去帮你禀报一声。我能有什么急事儿啊？我就是来欣赏草原风光的，不像三哥啊，他还身兼大圣使臣一职呢。哎，三嫂，你是不是在担心大圣和幽灵结盟一事啊？你是如何得知的？父王想与幽灵结盟一事早就不是秘密了，更何况三哥这次来省亲，这是他最主要的目的吧。看三嫂的神情，难道结盟一事不顺利吗？这幽灵能生存至今，正是因为不偏不倚，而结盟会彻底改变幽灵的命运，可这结局是好是坏，无人能够预测。我能理解爷爷的犹豫不决，可我身在大圣，亲眼所见大圣的繁荣兴旺，我就怕爷爷一时糊涂，后悔莫及啊。我觉得啊，三嫂不妨去劝劝爷爷。可你三哥的本事你是知道的，连他都说服不了爷爷，我说又能有什么用啊？三哥的聪明才智是无人能及啊，可是有一点，他是远不及三嫂啊。也见你气度雍容，身体健康，就知程瑞待你极好啊，如此一来爷爷也就放心了。不仅程瑞待我极好，王上对我也是爱护有加。王上得知我对大梁才子王辉的诗词感兴趣，特意搜寻了他的诗词作品赏赐给我。网上还说，这梁帝他虽是残暴之君，可南梁之地源远流长，人才济济，可取之所长，补己之短，是以对各行业有突出成就的大师也是不惜代价礼聘入圣，加以重用的。哦，好好啊。哎，听闻大圣百姓富足，可大圣神孝营据说有百万之众，其中军费用度难道不是出自黎民百姓？这富足一说，是否大圣粉饰之词啊？爷爷有所不知，大圣这十多年来一直兴修水利，鼓励开荒，农事得以发展，这兴农之余还不忘鼓励行商，是以大圣的百姓富足安乐，大圣也得以国富兵强，具备问鼎天下的实力。哦，云奇此话是意有所指啊。云奇虽嫁入大圣，可仍然心系雍林，日夜盼望着雍林能够长治久安，望爷爷能理解孙女这一番心意。啊，你不用说了，爷爷明白，爷爷明白。啊！姐姐，爷爷正在宴请齐姐姐和姐夫，你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啊？姐姐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见到了当时救下我的那位公子。真的？你见到他了？
那你为何还闷闷不乐的？他是谁啊？是姐夫。终于等到了他，竟没想到他是齐姐姐的夫君，我们的姐夫。你不要难过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本就没有错的。你不能告诉他，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就当这件事情从未发生过。殿下，来。恭喜殿下与雍林达成结盟协议。此次能成功取得雍灵王的信任，云奇，你功不可没。能为殿下尽心，是云奇该做的。多亏了九弟啊，提前知道殿下此行的目的，才提醒妾身要对爷爷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可是有一点，他是远不及三嫂啊。那是什么？骨肉亲情。三哥去说的话，那幽灵王必是会怀疑他的目的。可是三嫂去说呢，那三嫂和幽灵王祖孙情深，三嫂无需说大道理，只要将在大圣的所见所闻一五一十地告诉幽灵王，那幽灵王必会心无芥蒂，从善如流。这个九弟总是做出能让人意外之举。总之啊，你的功劳最大。大胆拥立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父王，儿臣这就带兵血洗雍林，一雪前耻。站住！妄自尊大，愚不可及。若不是你自作主张和雍林退婚，我西岐怎会沦为他人之笑柄？父王，儿臣是中了雍林郡主的奸计了。密报显示，雍林想与圣州结盟，我西岐此刻出兵，必然会引来圣州的援兵，也会加快雍林投入圣州。难道我西岐就任由他人羞辱吗？王儿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，当务之急就是要破坏雍林和圣州的结盟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四殿下得到西岐国医的密报，王上虽然服用了解药，但是旧伤未愈，中毒时间过长，虽然暂时保住了性命，但是已经伤及心脉，无法痊愈。王上现在已是强弩之末，只怕时日无多。四殿下请示三殿下，眼下该如何做出决定？还请三殿下速断。弼马，即刻返程，返回圣州。是。殿下怎么这么着急就要回去啊？军中有急事，需要我回去处理。云奇，你多年未归，就不必着急跟着我回去了，可以带着程旭在此多留一段时日。那殿下一定要万事小心啊。这些日子姐姐一直躲在房间里不肯出来见人，
这可如何是好？他们不过才见了一面而已，竟念念不忘。临岸观水，野心不小啊！你躲在别人背后，算什么正人君子啊？你来干什么？不过是想起了几句酸诗罢了。你不在宫里，和大圣的人在一起，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出宫走一走，看到与宫中人行踪鬼祟，跟到这儿就不见了。下的。